飞。我有电，我很高。皮卡丘，五个字好难哦。哦。干嘛？唇语游戏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杰米露，欢迎来到杰米露的唇语游戏。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李淑静。你真的听不到吗？听到，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听不到。好好好，那这个游戏呢，就是必在一个完全听不到我说什么的状态下，要猜我的唇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一题。What do you want from me?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?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? Yeah. 第一题比较简单，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入门。我觉得应该还蛮好猜的。好，第一题，五个字，五个字，开始哦。我可以拿下来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都是你害的。第一个字，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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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二个字，是，书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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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是你害的。都是啦。都市男，五个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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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难哦。跟你有关系，跟你有关系。都是你害的。耶、yeah. ，都是你害的。哦，哦，有三题。干嘛？你看到了是不是？你有偷看到吗？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，发誓。怕被杀死，是不是这个题目？六个字，六个字。对，你先拿下来一下，这是你的歌词。我的歌词。六个字，看我，看我。没有，没有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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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有电，很危险。我有电。很危险。对了。对了。等下，你是有看到哦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你就猜到了。对。好快哦。我有电很危险，是这个电吗？我有电很危险，我有电，我很高。会生气吗？不会。第三题，三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。What？作弊。那。书静。什么？书静。不是。啾咪。啾咪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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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啾。皮卡丘。不是。啾。啾咪。耶。哦，啾咪。好难哦。很难吗？你要不要来试试看？你出一题，我猜。好啊。好，好。那可是很难的。你可以写注音。来。好。但你要借我一下。好。好。不会带。好，现在是毕书尽的报仇时间。我讲很大声，是不是？现在换毕书题目，换我猜。是不是不会写？我在想要写什么？是这样想。OK， 喝的两个字。两个字。喝。不是不是。不是。咖啡。飞。飞。喝的。飞吃。飞喝咖啡。好简单哦！我看你写什么？咖啡 ，OK。没有，我只有一题而已。那可不可以清唱一段？现在我答对了。哪一首？都是你害的。都是你害的，怎么会怎么会，心碎却不会疼。怎么会微笑却不快乐？
么是被祝福的人？怎么会，全都是你害的。哦，我觉得你唱歌还有那个睡醒的感觉。睡醒啊，活过来，有音乐就活过来了。讲话总是讲一半要睡觉，但今天不会了。今天不会了，好好好。好，那刚刚纯语游戏就这样结束了。毕书尽顺利的答对了三题，第二题答对的非常快。那谢谢毕书尽今天来我的这个纯语游戏。我们还有做一个访问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看更多访问的内容。是的。OK， 那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拜拜，下次见。5、4、3、2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吉米露，在我旁边的是毕书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好，吉哦。那我们刚刚做了一个非常仔细、非常有趣。是的。的访问我们聊了 B 的新专辑啊 ，B 组的 Double I， 还有刚结束的演唱会。是啊 ，B， 你有没有哪一段刚刚访问的内容，你觉得特别好玩或特别有趣？我觉得整个访问都不会忘记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今天回答的真的是很仔细啊，而且平常应该不会讲的话，今天都大概有分享一下，所以有史以来的最。我觉得还蛮完整的访问。那为什么今天会想讲特别多？因为我比较好聊。比较好聊，比较好。今天比较好 focus 在我的一些心理的想法的。哦。时间我觉得。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更多，平常大概没机会看见的毕书尽新店上面的网址、上面的专访，就有更多的内容可以让你细细品尝。是的。Yeah. OK， 我是吉米露，他是毕书尽。下次见，拜拜。